33到35题是题组，已知硝酸钾在各温度下的溶解度如下表一。子睿做溶解度实验时，取甲乙丙丁四试管，各装10公克的水，其水温及所加入硝酸钾质量如下表二所示，请回答33到35题。这个是我们的表一跟表二。第33题问，甲乙丙丁四试管中，哪些试管内的水溶液为饱和溶液？我们看到我们的表，我们在10度 C 的时候，溶解度是100公克的水，可以溶解 22.0 公克。现在我们有10公克的水，可以溶解 2.2 公克。而你现在呢，只给我1公克，所以我可以全溶，因此没有饱和。那么在20度 C 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可以溶的是 3.16 公克，你给我2公克也可以全溶，所以也没有饱和。在40度 C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溶的是 6.39 公克，那你给我7公克不能够全溶，所以已经饱和。那么7公克都已经饱和了，给了我8公克当然更是饱和，所以我们知道丙跟丁是所谓的饱和水溶液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哪些试管内的水溶液为饱和溶液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丙丁。